目《中国好声音四》，创史上最高收视纪录，全台首播，中天电视敬请期待。我知道，最近网络上面比较多，店家服务的人员跟客人彼此之间立场不同而会有一些争论，就是说，现在普遍用的字眼叫做傲客，就觉得客人挑剔很多时候会带来很大的烦恼。可是倒过来，客人也有觉得服务态度不佳的时候，就直接会在脸书上面吐槽那个店，或者是就留言攻击他们哦。所以呢，今天要研究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店员长得非常帅的话，是不是这些灾难都可以消弭于无形？这要讨论吗？这已经是事实了。OK。所以你可以问这些帅的店员，如果他们碰到麻烦的时候，是不是他们把热油泼我身上，我都舒服舒服。那你也要选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有八个人在，所以总是有你比较喜欢跟你比较不喜欢的哈。现在就，所以目前你干嘛？娘娘要翻牌子吗？今天就东宫娘娘的西宫娘娘。不要把我们节目想成这么没水准。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八位号称外形非常出色的店员，等一下会领教一下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到底帅到什么程度。好，欢迎你们八位。拿一点饮料来给你们吗？来，过来。这几位明星呢，本身自己都有在服务业的经验哈。子晴当过什么店员？很多哎，几乎都是餐厅，意大利面、日本料理，然后西餐。然后听说你男友跟你曾经在同一个店里面服务。有，现任男友。没有，以前就是念书的时候，我有跟那时候男朋友一起打工，做可丽饼。然后那时候只要，因为他也长得蛮有姿色的，蛮可丽的，对，所以就有时候如果有女客人要跟我那时候男朋友聊天什么的，吃醋，我就会说，哎，你刚刚说你要点什么，就会打断他们的对话，或者是故意打翻东西，然后让我男朋友去处理，然后我就会去面对那个女客人，帮他处理他的食物。这样你男朋友不会讨厌你吗？会吗？他有发现，你表现得很小气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小心眼哦。可是我很怕他被抢走，因为他后来就真的被抢走。我觉得你也不用怪在别人身上，就是你男友就觉得你很有，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吧。你不会也担任过服务业吧？我担任过电话啊，接电话还是电话？哎呀，有礼貌一点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在饮料店，把白眼收回来，转。我以前在卖冬瓜茶的，没有，真的卖手摇饮料那样这样的。对，然后我就问客人说，哎，请问你的甜度要多少？然后他说，就跟你一样甜的。地瓜也很甜呐、啊，红薯也很甜，所以那个客人有糖尿病，对不对？结果那客人怎样？他说：“好，开玩笑的，无糖。”哎，所以一时无聊跟你调情一下啦，对啦，店里也没有。还好你不是卖苦茶的，哎，你来这边跟你一样苦。先不是聊电花电草，对 对，是啊，他是老板，是吗？他是老板，我也曾经当过电草啊，猪笼草那种，含羞草，我躲起来，捕蝇草，对，黄乔欣当店员的时候，后来就被客人带走了，一般的泰式料理店。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是领台，所以那个客人是什么年龄的人？那个客人跟我一模一样大，然后他那时候他是一群朋友，真是，所以他带了朋友来，他还好意思在朋友的面前把电话递给你？没有，跟你讲，他心机极重。他呢，因为我是把他带到二楼，你是原住民，然后呢，接着我就在一楼啦，因为我在忙我自己的事情嘛。他吃完之后，他要下楼之后，他就先出去，然后可能在外面抽烟或什么的。我想说，他应该是差不多要走了。对，我就在柜台那边，就他忽然就走进来。他走进来之后，他塞了一张纸条给我。嗯哼。然后
我就想说什么东西，我一打开一看是他的电话号码，是，但是我原本不想理他的，因为我觉得你知道，就是这种东西我看多了，都没看多了，看多了，两度翻白眼，不是，真的，我打算要介绍我们的来宾了，我把时间留给你。我跟你讲，好陈腔滥调。对对对，没有真的。后面有爆点吗？没有，爆点就是我后面，我看完了，我想把它揉掉的同时，他从后面走的时候，他这样子，我在他走了之后，他翻过来对我比了这个姿势。什么东西？以前陈晓东加 Tomm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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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点钱了？就他比了这个姿势之后，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打电话给他，后面我们就在一起了。所以你喜欢六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，我觉得对 ，OK， 有人这么无聊，他可能是转头跟他说我的 size。赶快打电话。他这么随便就跟人家走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一般不会。他可能也是这种事也少发生，因为这是初期，没见过世面，没见过世面，第一次被留电话，太有创意了，我觉得对，太有创意。好了好了，这段就剪掉了，下走。为什么？好，所以我们呢，前面放了这八个帅哥的服务业人士，他们有的是老板，有的是少东家，有的是店员啊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呢，他们各自有一些得意的事迹，有一些我不太懂。我这边有块牌子写着“帅到校园为之疯狂”，请问帅到在校园引起疯狂的是哪位？举一下手好吗？所以你是在学校福利社里面吗？没有，是因为我去帮学校做一些活动，然后后来因为学生，你是艺，你当时是以艺人的身份去做活动吗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是以就是以店家的身份去。店家去学校做什么活动？有，因为我们是做游戏设计，我们是密室逃脱那样子。密室逃脱，密室逃脱，真的好。那我帮你插进去了。你不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了，会痛。所以你去学校介绍你们店里的游戏？对，我们就是算是客户服务了，售后服务，因为就是他们就是很喜欢，对，推广他们。然后校园疯狂的意思是什么？女生上来要求合照吗？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好就是毕业了，然后就是很多学生就是很开心看到我，然后就一直就是涌上来叫我帮他们签那个毕业纪念册那样子。是哦，是高中吗？国中毕业生。哦，国中哦。好，我们请这位在密室逃脱服务的转过来吧，哈。是，你在这个行业多久了？我们开幕大概就是7个月左右。开心吗？还是你觉得还？就他我可以，可以。你感觉你可以，后面还很多嘛？对，第一个就可以，对啊，这吉很吉祥的征兆。我不急，还可以送给你们。而且他名字取得很好，哎，戴维志，戴维去。戴维去，你也想得过来？不累不累。一般来讲是女生跟男友去玩还是？没有，我们都通常都会希望就是好朋友一起成群结队，因为毕竟还是要 teamwork。那万一太多人挤进去怎么办？我们有限定人数了。多少？就是我们目前是6到10位。所以万一那个人很聪明，一进去就解完了，他不是玩的时间很短吗？就目前最快只有一组，我们开已经几千组了，大概只有一组是45分钟出来的。那么久啊？进去你的他都是没有灯的，然后他就给你一个小小的手电筒，然后你要看东西你也看不到，然后要找东西你也找不到。你上节目就好了，你干嘛花钱去玩？我觉得他那每个房子节目，我已经节目很多了，那真的好玩。你就自己在家把自己反锁把钥匙丢出去，想办法，对啊，自己在家演呢。哎，他们都自己布置。所以戴先生应该代表我们今天找的人水准 OK 吧？现在一翻我觉得还不错 ，OK 好，好看。胡小珍称赞他是小帅弟，这很普通吧？小帅弟啊，我也称赞。你那个法拉利称赞你，因为小珍可能是想场面话啊。对，因为他小珍很客气。好，我先问一下还没有转过来的人，有被艺人称赞过你很帅的举手，我看看。哦，所以这么多有，所以被胡小珍称赞是哪一位？举手。所以你的店是什么样的店？美式餐厅。然后小珍当时去是客套话还是你知道他出于真心？一半一半吧。一半一半。你对他做了什么让他称赞你？没有啊，就是常来就比较熟一点。他
OK， 那一定是场面话。比较，所以你们觉得是场面话吗？因为常来才讲，那代表是场面话，因为客套话熟了才会。晴天，你打过工？要做事，我打过蛮多的。你在哪个店里是很多人要求跟你合照？像我之前在101的地下室卖冰淇淋，那时候因为101有很多不同各国的游客都会来，有日本人、印度人、okay ，还有俄罗斯人，还有捷克人、美国人。你现在是要说他们都觉得你帅吗？没有，就是来找我，各国都有，各国都有来找我拍照了，这样。你的照片有被放到国际网站去吗？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放，但是就是有来跟我合照这样。你是说，哎呦，不消费你们家的产品，只为了跟你拍照？对对对。那不买可以拍吗？不买可以拍吗？还有一个就是就要拍，只要跟我拍照，然后要走的时候丢200块给我，说这是给你的小费。哇！美国人，可是老板这样会翻脸啊！就是如果生意做不到，店员一直在跟人家拍照，但老板，但如果拍照有带到那个店的 logo， 有啦，因为你都穿制服，应该是有。你有被外国客人称赞过帅吗？外国客人有过几次吧。所以他有被外国人要求拍照，这样可以转吧？有，可以。请你转过来好吗？有个性，有个性的脸，有个性，有个性，有个性。这长得很不像服务业的人呢。这个这很像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之类的，对，是设计师。他的脸。我也看不出几岁，他可以是35，也可以是25。他比较像那种小留学生从国外回来的念书。你是 ABC 吗？不是不是，他就比较不像服务业的人，对，太看起来是有距离。对对对对 对，感觉心情好像，所以心情不太好。你平常工作的时候会常常有笑容吗？有啦，一定要有啊，对客人。还是要面带微笑。你最灿烂的笑，我看一下，示范一下。有点尴尬的感觉，点错才会被他打死。超帅气混血儿电草先生，来宾个个为之疯狂。跟女业务员谈 cheese 的进口生意吗 ？cheese 是哪一位 ？cheese 黑西装的。你们的店是需要进 cheese 的吗？是啊。帅啊！有个帅哥，他的帅，两个帅哥就对了。好像结束啊！哦，那就不要了。对，上面去。这里应该变脏了。好啊，欢迎人家吧，请转过来。跟女业务员谈 cheese 的进口生意吗 ？cheese 是哪一位 ？cheese 黑西装的位。你们的店是需要进 cheese 的吗？是啊，这是餐厅。是我们是小女儿一个披萨店。外国人啊！我去吃过了，有个帅哥的，帅两个帅哥就是他。帅啊！请问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美国人，台湾美国混血。夏雨欣，你去过他们店哦？对。所以他是跟我，因为我跟 Nikita 住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家里看电视，然后他都有那种就是类似非凡新闻，还是就是介绍美食的，然后就说有帅哥，然后他最后照片一出来，他们两个是这样，然后打赤膊在做披萨，我立刻就去，然后立刻就定位。你说他们故意打赤膊，他们打赤膊在揉那个面团，我的妈呀！先受得了是有多难做？所以你去他们也是打赤膊吗？他们穿吊嘎。那今天怎么没有打赤膊？黑西装先生，可以，请问你方便把西装外套宽一下吗？可以吗？我帮你宽。好可怕！哇！有练啊！所以，请问当时在电视上面打赤膊的是你吗？应该是吧。你们，我有另外一个伙伴，所以我们两个闻一下，一起铺累嘛，一起铺累，干嘛？铺累，铺累，铺累，一起还给人家，铺累，也给你铺累啦，铺累，还给他穿啦。披萨的味道是披萨味道。面团的味道，有恋爱的味道。你喜欢是什么？那你还没有看到肉味吗？但是他，你闻，这是一个男人，没有看到脸哦，男生的味道。所以，请问我要穿，
你是有故意约好了另外一个帅哥跟你一起开店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们很好合得来，所以两个都外国人啊。然后刚好他就是帅哥，所以也有帮助啊。哇、wow. ，OK， 另外一个策略成功，另外一个不是班姐吧？有认识啊？有认识？你认识？另外那个朋友，你认识？就我们有互留联络方式。不是我啦，不是。Nikita 有照片吗？ Nikita 有留啊？对，就是这一张，我们就是看到这一张，然后立刻就天哪，有刺青哎！请问，请问右边？你互留电话是刺青的还是没刺青的？我吗？留电话是谁？左边的，左边的。我不知道今天来的是哪一个耶？应该是右边的。应该是右边的。外国人应该是有刺青的，因为那天所以拍这样就会吸引你们。很帅，那个脸。很帅。打电话叫我们鸡排店的，这弟弟也是脱下来很帅，把鸡扛在肩膀上。很帅。他面粉呢？他扛什么？面粉，那是面粉。而且那一天我们就是坐着，然后我们还故意想说。背对他们，不要就是直接看，怕会就是太直接了。所以我们就从镜子这样看他们，然后我就跟 Nikita 说哪一个你可以，然后他就说都可以吧，他就说他那个他可以，他选不刺青的那个。对，然后我说他可以，然后我说天哪，我们不中菜哎，太好了。然后想说好怎么办，就是要怎么跟他们留联络方式？可是因为他们都很冷，就是来送披萨，送披萨。就到最后，就是他们要打烊了，他就说：“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先打烊了。”这样子。哦，好好好。你吃到人家打烊都不走吗？对。然后要走的时候，就是他们竟然跟我们留电话。他们跟你留电话。你是说他们主动跟你们要联络方法？对，不要翻过来，不要翻过来。真的这样有点。然后我就这样。Oh my god！ 我跟 Nikita 两个，那你有跟人家好好联络吗？就是有变成朋友，可是不是他，因为不认识他，是另外一个。可是你不是比较喜欢刺青的这个吗？我比较他，我比较可以，但他好像结婚了。啊！哦，那你去留吧。哎，先生，你结婚了吗？我吗？有啊。哦，那离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还在一起吗？啊，还在一起。嗯，那就不要让他反转。对啊，手上还有戒指，去领个便当了啦。好啊，欢迎人家吧，请转过来。哇，帅！很帅，很帅。Tyler 当时留电话给你，可是他有告诉你他结婚了。我们那时候要还是你们吃东西没付钱？就没有，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一个是结婚，一个是单身了。对，而且他那时候他还蛮乖的，他就是都待在厨房里头揉面团，他都没有出来服务。所以客人常常跟你要电话吗？偶尔吧，但是我不是常常会给。所以你要很漂亮的才给。有意思的人。你不是有意思。结婚了吗？他说 interesting people， 有对，他说看起来有，不是说他看起来很发有长得很好笑的啦，对啊，對啊就如果全看点去，他也会给他。Funny， 好，帅耶。客人为了要跟你相处时间久一点，就故意一块钱一块钱的算钱，这样可以拖时间的是哪一位？举手。所以当时你有察觉他故意要拖延，可是这样会造成说后面会排很长，对，有点麻烦。算完钱总会开口要个 Facebook 什么的吧？对，对，还蛮常被要的，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通常都不太会给。所以通常也是要有意思的人你才给吗？也可能也是 interesting people 吧。你结婚了吗？我还没有，还没有。现在谁结婚了？先出去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让这位转过来吧，请转。阳光，对。所以你的店是什么样的店？是咖啡厅，在台中。然后也是自己是老板吗？对，我目前有两间店，然后在筹备第三间。哇，几岁啊？年轻有为的感觉。26。太年轻了吧？对啊，你们是怎么了？考虑一下，已经要开第三家了。三家店这合理吗？很合理啊，你心动了对不对？我们问一下有几个合伙人，因为万一有45个合伙人的话，那就几个合伙人？
就一个，就是家里面做餐饮的，所以有帮忙一下。所以是少东家呀，小开年轻有为。我这边有带我们店里面永远自有设计马克杯，想要送给主持人。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那个看见吗？谢谢。这个你觉得怎么样？他没有结婚呢。礼数周到，谢谢。这个好。你的眼神。你觉得里面会有电话号码吗？喝不完的咖啡。看他上不上道了。看他上不上道，真的。凯文，如果是就真的只是马克杯。突然的迂回的情绪。电话。马克杯底下，哎，没东西。没有。前排有一个少东家。哎呦。是真的是那个店的第三代老板，是哦。然后那个店因为在我家附近，所以生意很好。什么？他的店跟这个我们今天来的这个人超不搭的。那个店是很古老的店，然后是卖中国菜。哦。所以呢，就我有一次车子经过的时候，看到这个人站在他们店前面，然后我眼睛晃到，我想说怎么会有个 model 站在这种这么小的那种很老的一个卖传统菜的店的前面。然后他应该还在做一些餐厅里面很那种拿水管冲地或者是什么，就把鱼从那个鱼缸里捞出来的，然后挖内脏那一类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是不是在拍戏？我是不是看错？怎么会有画面太冲突？怎么会有这样？太好看了。所以那位先生，你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哎，这个肌肉，你看到那个手臂就一直在勾了，手臂线条，他在勾鱼了，有没有？请问那个店是你们家的吗？对，所以你们已经到你是第三代了。对，那你为什么愿意在那个跟你风格很不相同的店里工作？因为我们家已经经营50年了，那我觉得说，为什么50年它还存在，一定有一些理由，所以我想要把这个味道给传承下去。好孝顺啊！好孝顺，这电影会出现的，太孝顺了。他们称赞超有型店员，心灵想帮马杀鸡。有一个人的牌子写得很特别，被阿本称赞过。可以不要转过来了。请问是哪位举手一下吗？啊，这是你最光荣的事迹吗？被他称赞，对啊，最有赞奖。请问你是老板之一吗？是。OK， 所以也是少东家。好，请转过来哈。因为我面对镜头不是很自在，那你现在感觉有没有？也是蛮紧张。要不要来放松一下？哪里？学导演了。请问你单身吗？我有女朋友。哎呀，好，太好了，这更容易加油，很敬业，太好了。还没结婚 ，OK 了。所以你怎么发的啊？这个？那你看正面喽。好，来，少东家，请转过来吧。你们是喜欢这种讲话很 man 的，因为他感觉就是应该很花，然后讲话很流利，但是他讲话却顿顿的，你不觉得他就很老实的感觉？有的人上电视装这样，你不知道。哎呀，紧张，所以他这样吗？下那个电视台就告你啊！我刚刚不知道，我去餐厅啊。等下录完你可以跟他聊。每天几十万上下了，告诉你。有一个人的牌子写得很特别，被阿本称赞过。可以不要转过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是日本人的意思吗？还是那个艺人那个阿本？阿本，请问是哪一位举手一下好吗？啊，这是你最光荣的事迹吗？被阿本称赞，对啊，最有赞奖。请问你们店是卖什么的？我们是卖男装服饰。男装，男装。所以你就是那个说，虽然是卖男装，可是也有女生去硬买了30000块的吗？哦，对，是。所以那女生是欧巴桑吗？那女生是两个少妇。那我们其实店的平均客单价是3000块，但是她那时候她两个人加起来买了30000的东西给她老公。OK， 对，是有性交易是不是？给她30000。你真的要问这一题吗？请问买到30000是有负性交易吗？对。买衣服买到那个三太贵了吧？哎，可是有女客人去买，说她不知道她男友穿起来如何，叫你代穿的吗？有，因为其实我们蛮多女客人是想买给男朋友当生日礼物，或者是送过节用的东西。所以你真的愿意替女客人代穿衣服给她看？对啊，其实做前端销售的这个是必须的，只要能够刺激消费的几率，我们都愿意做。那女客可以看着你换衣服吗？她就是幸福。通常上衣我们可能
会去跟医师换裤子也是，但换出来的时候就会给他们拍照这样子。他可以摸贴不贴身，舒不舒服吗？摸擦、啊，这倒是没有碰过。可是你说有客人是一直拍你某个部位，是不是？嗯、局部。哦，对，那时候有试穿裤子给客人看，结果他就直接就是朝着属膝部这边拍。为什么？怎么看得出来什么东西？你是拍你的属膝部，然后买帽子这样。哎，你给我看嘛！哎，好 ，OK。而且拍属膝部干嘛？回去对啊，能够给先生做什么参考？看这边干嘛？就没有，所以你就让他拍吗？对啊，而且我们还一连换了两个店员给他们两个拍。哇，那你是状态好的给他拍？你有跟他说等我五分钟吗？等好久。请问你是老板之一吗？是。OK， 所以也是邵东家啊。邵东好，请转过来哈。蛮帅的。你有进过演艺圈吗？我之前有录过《大学生了没》，对。然后呢？怎么了？然后因为其实我面对镜头不是很自在，所以我后来就放弃这条。那你现在感觉？也是蛮紧张。要不要来放松一下？来，有点。来，一起。张姐啦。怎么？大学生了没？应该你算是见过的吧？见过，就他就是坐在上面还好，不是压力。花瓶类的。所以你不好意思跟别的大学生一样那么放得开。是。嗯。好，我们还剩下两个哈。一个呢是说，百货公司的柜姐抢着带他回家啊，柜姐就他们的生活可能太无趣了。OK， 还有一个也亮出了一个艺人来，说他帅的程度可以跟小玉，哎呦，小玉棒棒糖小玉，怕那个，所以很帅哎。柜姐抢着带回家是哪一位？举手一下好吗？所以你在百货公司做事？对，我在101当精品的保全。保全这么帅，一人都帅，都帅吗？所以保全是要保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就是站在，其实他有点像 Mando， 就是可能有客人进来，然后要帮他拿伞、拿水，然后或者是说管制，就是游客就是进来的人数，因为可能时段柜姐可能只有三个，那我们就可能进来3到4组，然后会控管人数这样。你今天穿这样来是跟大家拼了的意思吗？没有，我刚看到有一个超壮，我就觉得我好像穿错衣服了。他今天他瞬间穿最拼的。对啊，他挖很大洞。没想到何一德有来。何一德莅临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如果是保全，可能会被要求穿很整齐吧。我们上班都穿西装。但是要是门面的话，他一定要帅，又帅又壮才可以当门面呢。对，所以他另外一位是，我看你的背影，这个应该是走发型师路线吧？对啊，布丁是那个 dancer 之类的。你是发型师吗？哦，我是发型师跟咖啡师。发型师跟咖啡师也是厨师，你是厨师，然后也是律师吧？我才可以，我喜欢。驯兽师，驯兽师。有谁称赞过你说你跟小玉一样帅？其实是我们老板是小玉啦。小玉店里的人，所以他们为了要看小玉看不到，然后小玉就找了一个类似他的塞在那儿，所以是斯文路线的哦。就感觉是蛮红的，白有小生。因为我之前就是去他们店的时候，然后看到他就觉得哦蛮帅的，然后就跟朋友讲，然后最后来就很多朋友都有去，就是小玉的店。但是丫头的眼光跟一般人，他的眼光真的很怪。好了，发型师兼咖啡师，麻烦你转过来好吗？欢迎大家好。好卖，很 OK。对呀，但他比较像那个，他很像是小乐吧？他怎么那么像小乐啊？对啊，他是小乐吧？你以前也是棒棒糖的吧？之前对，也是棒棒糖的。小玉当时选人的时候，有特别告诉你说你是门面担当，你是老师的替身。也没有，只是刚好第一次接触到粉丝群，也是因为小玉啦。OK， 有啦，他这一型有他的市场。对，有，可以再练壮一点，多吃一点。不要，他壮就妹妹喜欢这种型。哦，妹妹喜欢弱不禁风型，瘦瘦的奶油。是花美男啊。妹妹，然后还没有转过来这位，请问你从事那个保全工作多久了？半年多一点点，因为我就是刚退伍的时候，然后就去做那个。然后柜姐们是什么时间可以跟你接触啊？就是他们都会有休息时间，或是我休息时间，因为我们
每个整点可以休息。然后有时候在厕所遇到，或是在厕所，对，就因为你去女厕干嘛？就是男女厕所就是在同一个位置，然后有时候走过去的时候会遇到这样。然后他们会说什么？他就说：“哎，怎么在这边来陪姐姐上？这么油啊，油的柜姐。”对，哎，怎么在尿尿？是不是？哎，弟弟弟弟弟弟，不累不累不累。柜姐讲话就我觉得比较直接。你是柜姐要叫你进厕所？不是，他就说就哎。陪姐姐，可能我真的要走回去店长。陪姐姐尿，他说：“哎，陪姐姐去厕所这样。”哎呦，啊，那你真的陪吗？我可能有。那他这样，如果我就是休息时间，我觉得还可以的话，我就说陪他走过去，然后聊一下，然后。所以你要帮他嘘吗？嘘寒问暖。你帮他吹口哨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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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沒有好，请你转过来。帅气用教练非单身，谢玲当场心碎大发飙。最后这个是最是你的菜吗？如果这八个，我很可以哦。可以啊，来吧来吧，他们牙好苦啊！哎呦，你想干什么啦？是有练子。对，就是我在教游泳。真的吗？教游泳？我也好想学游泳。我你才三岁吧？你才两岁，很好。最后这个是最是你的菜吗？如果这八个，我很可以哦。可以啊，要不要陪你去介绍吗？他很有钱，小富婆，这个有钱 case 很多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演艺圈地位很高，对，他接电影接不完。我在北京有遇过他。你什么时候？我那时候去小时代记者会，然后我看到你。你怎么会去小时代记者会？就之前有，因为我们经纪，我之前去北京有遇到一些经纪公司，然后他有想带我去看一下小时代记者会，然后那时候我在现场有看到他。干嘛不跟我打招呼？有那种，我看你就玩得很开心，然后打招呼。他愿意跟你打招呼哎，所以你可以认识他。Oh my god！ 怎么这么好啊？你是最想要看到他，还是想要看到？来了来来来来，你过来吧。他虎牙好可爱哦！你想干什么啦？没有，我只想看他这个衣服是自己剪的还是？没有没有，买从侧面看。哦，对了，不会自己剪的啦。是有车边是不是？是有练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我在教游泳。真的吗？教游泳，我也好想学游泳。这有需要，这要肉眼看知道有在练。就先教他怎么溺水嘛。这是你的吗？对，就是我。这是你哦。我前阵子去环岛回来，然后我在就是东部花莲的那边。谢玲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机会了。这张照片是别人帮他拍的。对。别人是谁？跟我一起环岛的。谁？伙伴是谁？一个男生，一个男好兄弟。一个男生。还是说你是？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想交女朋友。你猜谁？有女朋友。我现在有交女朋友。很好，好，太好了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唐慧杰，唐慧杰，大家半天回去做吧。今天是这样发的吗？他们昨天晚，他们昨天晚上吃了点零食，决定交一个女朋友。单身的，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有。昨天晚上，单身的哦。所以，请麻烦现在单身的举一下手好吗？我没有。就算不是单身的，正你们制作团队大概在干什么？公司花钱请你们来做这种事的，拢员啊你们，拢员。小麦，你也不是单身，不是，都不是，太扯了。那我们就录到这里。表示他们工作稳定啊，然后生活也都很安定啊，这样子，事业有爱心，这样子可以专心工作。我觉得范少勋选的工作比较。令人好奇，就是保全这个工作应该时间很长哎。对，我们基本上一上班就11个小时，哇！所以我们就百货公司一开门，然后到百货公司打烊。那我们有时候还要配合柜姐他们要盘点，所以他们要盘点珠宝或者什么收进柜之后，我们才会下班。所以我们时间都比较长一点。你需要常常对付餐厅里面喝醉的人。对啊，就有一些。你们不是卖鱼的店吗？对，有一些客人他。
会喝酒啊，那 喝醉以后就不受控制了。会怎样？吵起来以后就翻桌啊。翻桌都来了。我用冰斗。你需要处理吗？我就报警了。那你要？你可以揍他吗？不会啊，通常如果我下来的话，从那个气氛就冷静了。但是你看到你谁都冷静。你要露出肌肉来吓唬对方吗？也没有，因为我也蛮高的，所以很威吓。对，走出来。你跟小好，这你的照，这练舞的照片。哇，你的腿也太开了吧！心很开。舞王啊！所以你可以跟小麦站起来站一排，我看一下你们身材的差别。你一定要这样修，手就看得出来了。小麦也挺高的，小麦手真的粗一倍。小麦还是妹妹喜欢的。嗯，请坐。所以何一德，你几公分？183。哇，完美的身高。可以。可是你们三个人真的没有去过那个店，是古老，是古老。想去啊！待会就去吧。还是把这全部的八个人集中在那一家店好不好？摆一桌吗？对，依据他们八个人的工作的话，有些人工作时间都太长。凯文，你要一直管店吗？要，早上10点到晚上关店，到大概11点多，差不多。所以他这样，他没有生活，都没有空陪女朋友，而且假日最忙。我觉得那个比较好，那个密室逃脱那个应该下班就下班，一起在密室里面，因为他就是把客人关在里面就可以走了。这种东西叫交易。看守所，你们很闲吧？就把客人丢进去就好了。他们超闲吧？看那个看情形啦。我们因为其实我们有不同的主题房啊，所以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很多很多组客人进去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些时候蛮不就跟汽车旅馆一样，浪漫吧？对啊。客人进去后，你们有监看他们吗？要，因为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到客人的安全啊，或者是他们。所以有人在里面歇斯底里吗？目前是还没遇到了。那他们要摆什么手势，你们才会去救他们？像是他们对，有一个叫英文咒，他就是要比叉叉，就我们就会进去救他们。那要指有人可以指定说，我只要你来救我吗？没有，但是有遇过，就是进去之后，然后就一脸不悦的，就是对那个小天使没有理会。你说不理别的小天使？对。所以你一进去，大家都会笑得很开心，是不是？可能会装。就是可能会装，就是啊，好可怕，这样子之类的。对，就明明就是没有，就是可能就是扑到你怀里这样。笑啊，早知道我也这样。扑到你怀里也是女生还是男生？都有。应该是说，女生是扑到我怀里，男生是把我抓到他怀里去。可是密室逃脱有什么好可怕？密室逃脱没有吓人，它还是有一些音效。有鬼吗？我们有音效。我们有一个主题房是，就是我们的布景是比较气氛是走恐怖一点。对，工作的时候有被客人摸过身体的举手好吗？赵又廷也有。小麦也有，就是小多吧。小麦也有。赵又廷看起来那么烦恼，也会有人摸他，也会摸吗？可能是摸他的背安慰他。没事，辛苦了，什么事都会过来。他怎么摸你的？就是可能说拍照站远远的，他拍的那一刻就这样。啊，这不算摸，这是搂勾肩搭背。小麦是认真被摸吗？我还蛮常被客人摸的。你们是什么店呢？是弄头发的时候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主要是经营餐厅的部分。那对，然后所以而且在西门町旅客又比较多，所以就是常会跟客人拍照。对，但你保全怎么会被摸？不应该不是被客人，是被柜姐，就是。假设又在厕所，柜姐是有假设，你到底有没有跟柜姐交往啊？没有。为什么不？因为有些柜姐是那种40-50岁的那种老大姐，那真的是柜姐，对，好伤人哦。那真的是姐嘞，所以你是嫌弃别人年长吗？不是，就可能生活就是感觉他们好像很糜烂，是不是？就工作，他们其实时间很长，工作时数很长，所以看起来比较老态的。不是，就感觉比较没有多的时间约会。对，就是。下班他们都很累，然后脚，然后也可能不太会出去玩的感觉。因为之前我在百货公司上班的时候，一天最久真的要站12个小时、11个小时，那真的好累。你说刚刚那个各国人士跟你合照那个工作？对啊，最久。我之前还有在餐厅打工，当外场服务生的也是啊，就早上10点开门。你不是迷恋过一个游泳池的姐姐吗？姐姐，对，那是你幾，那是阿姨，那是你几岁的时候？那是我18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每天她41岁，18岁41岁，可以当你妈，你
去，你是客人，我是客人，你去游泳，我每天都去游泳，因为要健身的关系。但是有，其实有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长得很漂亮，真的。然后你不知道她，我不知道她41岁，我就穿泳装在那边没有啦，穿个 T 恤而已，她就是检票的那个阿姨。她长得有点像文艺版的许慧欣。文艺版，徐慧欣够文艺啦，再文艺一点，像仙女这样哦，对，小小只。然后你有跟她表达你的爱吗？就久了之后会跟她聊天，然后她有接受吗？她没有，她说什么？她说我们太小了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游泳的时候，就一直怂恿我去跟她要电话，弟弟。然后好了，还是要到，要到了，要到了，然后。可是他后来说你太小，结婚了吧？结婚了，三个小孩的妈了。你还敢要？禽兽！所以你们八个人当中，有人是店里面有客人在抱怨或者发脾气，你们出面就可以搞定的吗？凯文跟小麦。所以有试过你一笑就对方不买单，就还是臭脸？目前没有试，目前都 OK 耶。哇，凯文也是吗？我比较特别，因为我年纪比较轻一点，所以我们伙伴年纪也都没有，都20出头哎，所以可能遇到比较年长客人，他会跟你故意刁难一些有奇怪的问题，那我们伙伴可能没有办法解决，那客人就会说，那请你们老板出来。然后他就说，我就站出去，然后他就说，啊，你怎么没那么年轻？然后我就只能。低的头，刚说真的不好意思，帮他解决一些问题。然后有一次比较夸张是，就我们伙伴不小心送错餐了，然后那客人就很生气，就说你这么年轻，你出来打工连这种小事你都做不好。那一次请我过去，我就出来，然后一样看到我就很年轻，他也不会多讲什么，不买单。然后我就说那不好意思，这份餐就是请你们吃，然后我还是会把你们之前点的再做出来给你。然后就很大声的在店里面喧哗，就说点这么多我是吃得完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已经没有办法解决，因为我已经说把这个餐送给妹妹。那后来怎么办？开始脱衣服。他们就是很生气，因为对，他们就很生气，因为他们就说我们吃不完。可是后到最后面，我就是观察，默默也是吃完，然后就离开餐厅。你一干二净，他可以，他不一定可以脱，因为你看不出来他没有练啊。可是就是好像就算没练，看起来是还吃得下啦。有诚意吗？你是练的吗？我最近有练。所以你也会穿的跟前面这个一样？没有，我今天看到这些，我就说我没有练。你刚刚穿这个，有想骂脏话？今天我就说我没有练。没有，我看到他，我就想，我才吓一跳，我想说要不要穿外套？一个比一个。不用，这样很好。今天你最重要，他锁定了是不是？不要管女朋友，因为他们都没单身了嘛，所以不用管女朋友的事啊。就是我。我觉得大家可以佛放一下，没有关系。哎，我会跑步，我会爬山。所以那个，你会选哪个？我会选范少勋嘛。哎，他是我的菜。夏雨欣呢？范少勋跟小医生戴戴伟，戴伟，你想被他关起来？嗯，我有笼子。OK 的，什么对话？他说他有笼子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平常就是录影，我都不带手机，我今天把手机带出来。你想干什么？留电话。想拍他手机。不是。老公，我现在可以加半小时。王嘉欣要选两个吗？哇，大家我要选两个，大家都撞菜。我也喜欢范少勋，然后另外一个我喜欢那个齐薇，因为我觉得他蛮有趣的。齐薇，古老，他被你选到，他很古老。选上多久？太像衰了，给我爽了，好衰哦，好衰啊！给我这样，本来想说好快就完了，对啊，又被你选到，快安全下装了，结果哇，最后一把衰啊！就看着我觉得还蛮，他很为难，家里都淹水还要被你挑的，对，干什么干什么是多差。子晴呢？我应该会选宜德跟严廷森，感觉是比较可以，就是照顾人的那种。这么宜德，宜德那么宜德块头跟你差很多哎。就是我喜欢有肩膀的，他喜欢大块头的。你像范少勋跟小麦那种是比较瘦弱，范少勋还瘦弱啊？范少勋他很壮。那我就跟他们比的话啦。宜德那种就是很有安全感，可严廷森比较秀气啊，严廷森比较秀气，他感觉凶起来应该会，那你凶看看，开关门，凶看看，你在干什么？
为什么有人要配合你？他在服装店工作，他为什么要凶起来？你有骂过店里的人吧？合伙人有，开会的吵架，就是必须很严肃的讨论。赔钱了吗？店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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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就是一些政就是策略上面的。所以现在有赚钱吗？店现在有。OK， 因为有性服务、啊，我觉得比较危险。没有，那是无本生意啊，就被人家拍暑期部不算幸福。好，所以你们大家各自有选好人吗？好，等一下就去换脸书吧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